多样与统一，在这个粤语文化大举北伐之前，北方人啊是看不起粤语的。北方人管这个粤语，广东话叫鸟语，啊，说是听起来像鸟叫，啊，广东人比北方人少。就没有敢说北方人说话像驴叫。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，他们把这个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做北佬，包括湖南人。其实啊，湖南人哪里会是什么北佬，明明是南蛮嘛。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，算是说北方话，但正宗的湖南人说湘语。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种，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还是说湘语赣语，都吃米，很少吃面。湖南人啊，实在不能算是北方人。湖南也是很牛啊，就像现在的广东很牛一样。近百年来，在湖南这个地面上也出了不少的人物啊，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啊。就连湖南人啊，这个毛泽东啊，这个刘少奇啊，胡耀邦啊，曾国藩啊，这些都是湖南的名噪一时的人物，对吧？那么湖南话怎么就不能成为国语呢？除了不好懂，也不是很好听，远不如北京话那样神完气足，字正腔圆。即便湖南的官话长沙话比起北京话来，那也土得掉渣啊。不是长沙话啊本身有什么毛病，因为长沙从来就没有当过全国的政治中心，而一个不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方，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为国语基础的。南腔北调的成因呢，也大约就在这里。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都在北方，如这个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北京。统一王朝京城的迁徙啊，大约是由这个东进北上。转来转去啊，总是在北纬34度以上，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北。如果跑到江南，那就糟糕了，只能叫偏安。所有的臣民啊，都会盼望着王师北定中原日。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，则多半是些短命的王朝。而且只有半壁江山，甚至连半壁都没有。比如说东吴、东晋，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，还有南宋，啊，再小一些的，那就不说也罢。而定都北方，则往往能够长治久安，比如汉、唐。宋元明清，明政权本来也是在南京的，后来被朱棣搬到北京去，这一搬很持久的混了200多年。要是仍然在南京做天下，那命运就很难讲。北方总是趋于统一，统一的中国也总是这个
北方人统一中国的多，或者从北方开始，而这个南方呢，则多是各自为政，自行其事，包括说话。北方也容易统一，沃野千里，一马平川，啊，站在高处你喊一嗓子，大伙儿就全听见了。于是便于逐鹿中原，也痛快，不像南方坑坑洼洼、曲里拐弯，到处是崇山峻岭，到处是江河湖泊，啊，重重叠叠，云遮雾障，想抓个俘虏都不容易，人一闪就没影了，你上哪儿去找啊？所以仗一打到南方，往往就没了快刀斩乱麻的那个痛快劲儿，拉拉扯扯，纠纠缠缠，没完没了。等到好不容易打下来，也就不再进行文化上统一的雄心壮志了。只要南方人投了降，服了软儿，哪怕你口服心不服，也就拉倒了。过去怎么过日子，今后还怎么过日子；过去怎么说话，今后你还怎么说话。哪怕是鸟语，也不管不问。啊，不这么着也不行，管不了嘛。要管也只管得了官，管不了民。而且啊，也只能要求他们在官场上说官话，管不了他们在家里面说土话。这个改革开放之初啊，这个在广东省委人家开会的时候就是这样啊。第一件事，先是同志们要宣读中央文件呢，用普通话官话宣读一遍啊。这个中央精神传达完毕了，下面大家开始讨论吧。啊，底下就开始叽叽喳喳的，全部用粤语来交流了。啊，于是统一的北方就有了统一的语音，而松散的南方呢，则继续七嘴八舌。前面有说过，北方方言啊内部的分歧很小，语音系统也比较容易。这个北方方言分这个华北、西北、西南、江淮四块，是现代的分类。隋唐宋金的时候啊，北方方言却是汴洛，就是中原地区、燕赵啊、和硕地区、秦陇、关中地区、梁冀、巴蜀地区啊，这四类。可见北方原先啊也不怎么统一，但后来汴洛和燕赵先统一了起来，成为北方方言的代表。华北方言，而且又占领了东三省。秦陇呢，又变成了西北；梁冀变成了西南；江淮算是后发展起来的。所以，他们与正宗的官话这个分歧啊，顶多也就是三个次方言地区中人，可能会南和兰不分，啊，根和耕不分。信和姓不分，或者滋和知不分啊，慈和痴不分，啊，四和是不分。比如说，这个把这个男人的裤子说成是男人的裤子，或是把十九路啊，把这个是十九路啊说成是四十九路啊，其实这也就是一个调门的事。就像我过去的一个同学，总是把那个三和山啊分不清楚。当然，他是有点偏南方了，有点。南方方言啊就复杂得多，和北方方言比起来啊，隔膜也多。比如一个南方学校的校长宣布，这个教职工开会啊，家属也参加，在北方人听来啊。那便是叫这个
鸡公开会，家畜也参加，光是听不懂倒也罢，有些南方话就连写出来也是看不懂，其实啊，他们这些有些苏州话，你听完之后也是吓一跳，客家话呢，就是说广州话，这个比如说这个我被狗咬了，和闽南话你看得见吗？这种说法，不要说是北方人不懂，南方人和其他人也未必懂。南方方言的腔调还多，这个调多。普通话只有这个39个韵母，闽南话却有75个，比普通话多1倍。粤语也有51个，当然，他们的声母要少一些，但发音却非常难。声调呢，普通话有4个，音频这个阳平，上声去声。吴语有8个，平、上、去、入，各分阴阳。赣语呢有6个，平声、去声分阴阳，上声、入声不分。客家话呢也是6个，平声和入声分阴阳，上声和去声不分。闽语呢有7个，只有上声阴阳不分。粤语声调最多，不但平、上、去、入各分阴阳，而且音入还得分上下，上音入和下音入，一共9个。有的地方呢还有就是10个。难怪这个北方人一听到这个南方话，尤其是听到粤语、闽语，就一个头两个大。人家声调，这个就2个多嘛，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南北之别。北方求同，而南方是存异。所以啊，八大方言除了北方方言以外啊，吴、湘、赣、客家、粤、闽，7个在南方。这个八大菜系，鲁、川、苏、粤、湘、浙、徽、闽，也是7个在南方。南方总是比这个北方丰富多彩，所以说南方多样，北方统一。这个最近比较火的这个抖音上，一个四川的一个小姑娘，用这个四川话嘛做节目，就是她一个人分饰2个角色嘛，她就在说嘛，哎呀，你和我一起上街嘛，上街可去买孩子嘛，我要买孩子。他说，他分饰的另外一个角色就问啊，说买孩子，这个按国家规定，买卖儿童是犯法的呀。他就说，你搞错了，我是买孩子，不是买娃娃。所以说啊，中国的各个地方的方言，这个是各有各的妙处，各有各的好处，但是呢，也各有各的难处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